咁最新嘅消息，我自己留意到啦，系中新闻嘅网站咧，已经系去唔到啦。见到 Facebook 咧就运作紧啦，暂时系运作紧噶。可能啲朋友去，大家去查一查，睇下我呢个信息系咪真嘅啦。啱啱桑普先生讲嘅，可能系共产党下命令啦，务求叫香港政府12月31号就系今年嘅年尾啦，就系就一日时间咧就。搞掂埋呢啲傳媒先啦，咁啊，你感覺可能第二關、第三關或者係落咗好耐嘅，但我哋可能關注一個話題，就係如果咁樣將呢啲媒體封殺晒，咁幾百萬香港市民佢哋得到資訊嘅權利就冇埋啦，佢哋可以去邊度得到佢哋想要嘅資訊咧？另外咧，亦都係想關注，其實而家中共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咁样做，佢有啲乜嘢含义喺里边咧？立法会选举都系清一色啦，90席啦，嚟紧系立法会选举，中共又咗20大，佢想点样搞香港咧？即系点样嚟点讲咧？系管治香港咧？我谂就系如何获得资讯啦，同埋中共会如何管治香港啦。咁啊，点样获得资讯？我谂你知真系好难吓。以前有首歌，潘源良帮阿达明一派填词嘅《10个救火的少年》啊嘛。即系今日你有一个人，《苹果日报》冇咗啦，跟住立场新闻又冇埋啦，读媒好快都冇埋啦。跟住咧，众新闻我唔知佢撑得几耐，我谂系以小时计。我谂你知呢个我系可以即系一个常识嘅推理嚟啫。好啦，佢都冇埋，咁跟住你睇翻剩翻系边啲咧？咁可能有一啲，譬如有《大纪元时报》啊，咁亦都有即系有一啲其他嘅感言嘅一啲视频啦。即系譬如有一啲电台，网上嘅电台唔开名啦吓，网上嘅电台啦，继续喺度发声。咁啊，跟住落嚟睇翻咧，剩翻嗰批可能就系 RFA 或者 VOA 呢啲中文网，嗰啲美国、英国嘅 BBC 其实都共谍渗透好紧要啦。咁呢啲咁嘅网站，好啦，之后就嗰阵系乜嘢咧？明报、东方日报、城报、星岛呢啲基本上嘅媒体，咁佢哋有冇记者？有，不过一定政治上咧跟共产党走，听党话跟党走。你唔听党话跟党走，你就玩完嘅吓。你唔好以为可以监督政府，你认为监督政府咧，佢话你就系咧煽动对特区政府嘅憎恨、藐视，同埋引起别人对佢嘅离叛。哇，咁又可以2年有期徒刑，揾你笨。所以我俾大家知，大家如坐针毡嘅，冇一样嘢批评得，全部都系唱赞歌。成个香港嘅情况就变咗，中国共产党嘅统治下嘅中国里边咧，嗰啲所谓嘅千篇一律、头版一样、内文一样嗰啲，习近平好、林郑月娥好、李家超好嘅呢啲咁嘅赞歌，全国山河一片红，搞毕竟都系烧到香港。以前第一次文革，香港系有6、7暴动，但基本上咧，冇將呢一個文革喺香港大爆發，但係咧今次真係咧係全面咁樣將香港收復。以前有所謂嘅二次主權移交，第一次主權移交就係97年啦，今次係咪第二次嘅主權移交？係，換言之就係話佢咁多年嚟，俾香港人一個所謂一國兩制嘅幻夢，最後尾轟然粉碎。佢覺得香港人不能被馴服，不能被共產黨咧洗腦。於是乎，用硬嘅唔係軟嘅，呢個就係共產黨嘅方式，係不可逆轉嘅。呢種不可逆轉嘅情況，就導致到咧，以後共產黨管治香港嘅方式係會越演越烈。大家唔好關心，即係3月咧呢個特首選舉究竟邊個輸嘅，冇意思噶。無論李少嘉或你呢個李家超，或者係呢個陳鳳富真，或者都係林鄭月娥。都系冇相干嘅，因为呢啲冇实质权力，佢系傀儡，系共产党嘅走狗嚟啫嘛，有咩分别啫？但系关键嘅地方就乜嘢咧？而家我哋最关心嗰一点系有几样嘢，OK？有冇封关？香港会唔会俾人哋唔出境？第二会唔会断网？譬如我哋今日呢个 video，香港嘅人系咪都系能够睇得到？第3会唔会咧逼针？即系我哋讲过啦。即系袁国勇系讲疫苗啊嘛，护照啊嘛，要打3针先可以翻工翻学啊嘛，要打到99% 先可以得话就99%呢个冇可能搣到个数字啦。咁好简单，咁嘅情况就系话咧，你唔打针，7月开关，
剩翻嘅人就過身噶啦。哇，咁嘅涼薄嘅字都講咗出嚟，所以我講俾大家知，佢呢個做法就係逼針。另外第四就搜集你啲 DNA， 變成大數據嘅一部分。跟住大數據一部分之後咧，就成為咗社會信用系統，去全面喺香港鋪開。一開始嘅就安心出行，跟住有綠色健康碼，跟住落嚟咧，成個同中國嘅綠色健康碼接軌，佢全面去展開社會信用評級。呢個就係我講俾你知香港而家嘅做法。我而家關心嘅點就是第二點，就係會唔會斷網？即係今日有啲譬如民進黨嘅網站，有啲長老教會嘅網站，香港已經睇唔到啦。會唔會更加濃密咁樣將譬如我哋呢啲喺海外做節目嘅一啲視頻呢啲 video 都唔能夠令到香港人睇得到，而香港人搞到最後要翻牆咧，甚至翻牆都唔得咧？嗱，呢一個就係我最擔心嘅一樣嘢。要已經玩完嘅嘢，我哋冇辦法講噶啦。眾新聞或者係其他嘅媒體逐一陷落咧，只不過時間問題。我哋要諗嘅就係話，與其我希望在这个地方给一个良性的建议给所有的媒体人、新闻人，与其你要硬撑，成日用一种所谓做什么咁惊啫这种态度去处理问题，不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真的说有一天你必然会落到这种风险？那你三大风险：人要安全，资讯要销毁，钱要拿走。你看看立场新闻三样东西是不是都是做得到先？不好意思，他三樣東西做不到。蘋果日報也都迅雷不及掩耳，他都做不到很多，但因為有備份。那你想想，我要的不是說現在網上出 Spotify 就是備份立場新聞的，其實我要的不是這些資訊，這些只是流傳歷史記錄，我是那些呢裡面的手稿、採訪記錄、個人隱私私隱的資料，這叫銷毀的。我覺得立場新聞是否這麼快能夠做到這一點呢？我有一個大問號。所以與其被共產黨各國安的爪牙來掌握主動權，不如自己長痛不如短痛，自己去了斷。我覺得這個方式呢，是對於資訊的保障，對於每一個仲在職的員工的保障，這些高層的保障是最 OK 的。我們當然知道了斷它不可以阻止它秋後算帳，但因為資訊安全了，錢安全了，這個好很多的一件事。這個是我希望叮囑大家的，不要有幸運的地方以為呢可以頂到最後，我們運用我們的關係之後在中國裡面合中連華頂到最後，說什麼你知道他們最後什麼頂不到最後。我看到多少心痛的例子，以為你會懂得的時間會 stop 的了，你以為到時聞到陣除你會懂得走的，不好意思，共產黨是被你聞到陣除你都走不掉的。否則你想一想，哪裡有這麼多的鬥爭，哪裡有這麼多的批鬥，哪裡會成幾千萬人頭落地，他們不走不掉的。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問題。所以就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方自知。我們未來香港的前途，我覺得短期內極度悲觀的，而且這種情況越來越打壓下去。他不只要針對媒體、針對人、針對政黨，之後針對民主黨、公民黨、社民連、人民力量、工黨、民協、街工，逐個逐個來將它清算鬥爭，工黨都有逐個逐個清算鬥爭。而呢，沒有政黨的香港，沒有公民組織的香港，沒有真正自由媒體的香港，這個就是共產黨所要想要造成的一個局面。以後怎樣掌握資訊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看看《華爾街日報》那些記者不能在那裡採訪的了，因為有禁令嘛。這個台灣這些記者他們都害怕了，怎會來香港啊？頂多的模式呢，就用做中國新聞的模式來做，就是 informant， 就是等於你有線人或者有些消息來源人士在一個地方透露給記者，然後報道，沒有辦法做深度的採訪，這個是很大劑。那你說這段時間是不是立刻下來？不是，它有漸變調子的，也要港府也要收編，全面鎮壓了《明報》、《東方日報》和這些《城報》等報紙，《星島日報》完全已經是他的寵物、寵兒，他更加要他聽話。結果就是什麼呢？千篇一律。你打開任何《解放軍報》、《光明日報》、《人民日報》、《新華社》，全部都一樣的通稿嘛。有一天他會香港會去到通稿的制度，我想很快會去到這個位置。
這個就是告訴你，不是香港人不努力的問題，香港人不能努力，一努力很多人死的死，關的關。我問你了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怎麼辦呢？我們記住一件事，不要死，好好活，準備好等運到，都是這個說話。如果自己不能夠好好地改變這個環境，不如好好地溫存我們的力量。香港不是玩完了的，我們有黃色經濟圈，我們有多少的冰室、餐廳、賣東西的地方都是支持民主與自由的，支持反共的理想的，大家放在心裡面、OK? 但是這個黃色經濟圈逐步被它蠶食需要時間，這個都是我們這個社區的 bonding 一個重要的地方。希望通過黃色經濟圈和家庭裡面的教育的努力，溫存這種星火，它到一天終於就會發揚光大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我們千萬不要氣餒。被我們朋友知道一下，其實我們看中國的媒體依然是援助的，我們還有一些報紙在報攤上面賣的，在香港報攤上面賣，可能我們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。不過照著川普先生這樣說，就是香港真的可能變成一言堂的了，是不是？另外我也想關注一下，如果真的這樣發展下去，其實中共或者香港政府它有沒有一些後果要承擔的？他要後果要承擔，可能就是最後尾他倒台的時候的歷史責任。那現在他未倒台了，現在都沒有方法使到他倒台了，那現在可以怎樣呢？他現在是、就是、等於一個，我經常說了，中國變成了Nazi、OK? 中國變成納粹中國。那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名詞很硬耳，我們不可以說納粹某個中國，這個刺痛到猶太人，其實不是，是刺痛你自己一些中國人的玻璃心而已。今時今日就是納粹香港，而且今日是 Chinese Hong Kong， 現在不是 Chinese Hong Kong， 是 Nazi Hong Kong。 今日就是說用比納粹更加下三濫的方式，基本上是焚書坑儒，基本上就是每一個人他想做任何的事的話都要被拘捕，這種以言入罪的情況相當嚴重。那你看到未來的趨勢就是說這些所謂的言論呢，基本上沒有自由。我們希望有報導事實真相的一些東西越來越少，沒有蘋果，我告訴你，沒有蘋果，沒有立場，沒有一種新聞，誰還會關心在獄中的囚友啊？誰還會關心那些所謂的司法的官司，他們的判決啊？可能很多你出名的，譬如黎智英的、黃之鋒的就報一下咯，不出名的就不報咯。很多的我們看到19年為我們搏殺衝在前線的一些年輕人是不出名的，他們可能無聲無息地被拘捕，最後無聲無息地被送上去法庭，無聲無息地運入監獄裡面，我們不知道，這個是沒有資訊給外界知道的。那你說外國媒體可否做到這一點？不好意思，做不到。那你說香港有沒有人做得到呢？哦，那你說獨立記者咯。那你等於你會看到的，譬如說中國都有張展的，是不是？那你都會有些獨立的人士做這件事的。香港慢慢會走到這樣的位置。即是今天我看到那段片，即是林朗星，那他陳朗星這個記協的主席，也是立場新聞的副採主，他在家裡拿著個地方跑40多秒之後，立刻被警察說鎖在辦公室裡停。你覺得這一幕像不像在709裡面李文竹那些畫面，李文竹、黃全章那些畫面？就是說今時今日香港是需要，不是律師，是需要維權律師的時候，各位這個是很悲哀的。跟著維權律師被人再拉多一次，要找維權律師的律師，是不是很荒謬呢？我會告訴你，香港現在就被一班港奸，就是以這些林鄭娥為首的港奸，就是基本上是完全宰制。結果是什麼呢？這筆債他始終要還，這筆債一定要還、OK? 就是劉亞洲，就是成全被人拘捕，都說了中國人種下來的債
百年嘅債都係要還，香港人亦都要還呢筆，即係香港呢啲咁嘅官員要還呢筆血債俾香港人。呢個血債唔只係對付一啲前線嘅年輕人，仲要係全部香港嘅媒體同埋全部香港人。我講俾你知，經過咗12月29號嘅朝早，即係啱啱廿幾個鐘頭之前。第一件事就是立場新聞被封殺，我可以這樣說，沒有一個香港人是得以安枕的。我問你，哪一個是未舉過未帶過蘋果日報出街，沒有買過蘋果日報，報攤展示的蘋果日報都叫展示蘋果日報、okay? 沒有合理辯解，展示煽動性刊物，你拿著這件事上街遊行，跟著你手機裡裝過你的 APP，或者你其他的電腦上面有過一些 cap 過他的文章輸入你自己的 data file 入面。我問你了，每個都判一年或者兩年有期徒刑，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每一個人是人人自危呢？督灰告密成風，這個就是意志文革在香港彰顯。這個不是只是新聞自由的問題，是全香港人已經沒有了免於恐懼自由的問題。我希望大家認真看待現在香港的情況，不要呢以為這個是小事一桩，這個極度大的一個問題，希望大家密切注意守護自己，不要死，好好活，準備好等運動。所以香港人這樣幾乎是跟國籍啊，跟差不多又斷了一個連接的感覺，聽三浦先生這樣說，如果是斷網封關的話呢，就是這個局面被我理解到。不過就是剛才你說了大陸的亞洲被拉，其實我也想看看這個中共的國際環境和它裡面的處境，可以在這方面向前走的話，是不是都有可能去給到香港一線生機呢？還有這個生機會何時會來到呢？可能大家都可以多關注一下的，桑普先生。我想是即是很簡單講多一句啦，即是我會覺得中國的你問這個問題，就是中國的形勢在國際上面會有什麼轉變啊，各方面的東西。我告訴你知即是現在各國表面上都是對中國很狠啦、這個很狠會持續幾久呢，我不知道。我起碼就知道這個天下為共的一種聲音，起碼在西方，就算在美國，拜登上台以來呢，表面上都維持了一種呢所謂戰略競爭的這種態勢。但會幾久我真的不知道。咁你寄望於中共黨內的權鬥可以產生一個民主中國，不好意思，冇可能。Okay? 你如果你寄望外國的干預可以使到民主中國會產生，亦都係冇可能。任何外國干預可能促使到某一個人倒台，可能某個政權過去了，但歸根結底都是中國人本身自己要爭氣，即自己要啟蒙，自己要擺脫對權力、金錢和腐化的一些關係網、面子的追尋，而真正追求真善美。如果你不是追求一些信仰，有信仰為本的真善美的價值的話，不好意思，是永遠不會有出路的。而中國如果十四億人都活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之下，香港都沒有出路，台灣最後就唯有割離。希望國際力量恫嚇到中國共產黨軍隊不會打過來，亦都台灣培養自己國防的實力和意識。但香港因為就是黏住在中國大陸的一部分，沒辦法，它接受了這樣的洗禮，我都不知道哪個時候才會完，但肯定時間終有一日會過去，而過去那一日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這樣的生命和健康和自由，看到這一日的到來。好了，時間都差不多了，都要是深夜了，多謝我們有這麼多的朋友的收看我們的節目，大家辛苦了，都差不多到新年了，都希望桑普先生幫我們香港的朋友打下氣啊，起碼在這個環境之下大家都有活著，大家都有活得比你好，所以
这个就是我的心愿，希望你给我的朋友打下气了，桑木先生。Okay, 好，希望呢大家2021年呢是香港非常悲伤的一年，是不是？就是看五六月，由六月啦，香港苹果日报的熄灯，一直去到今日，就是立场的熄灯，刚刚事隔半年。未来会不会更加频密？我相信会更加频密。更多的事情会发生，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态，但有一样很重要。世界上呢，即是最重要看讲你的运气哪个时候来，时来运到，形势会转变，世态会变化的，会有冻，会有热，会有好，会有坏。我们行紧衰运，我们知道，但记住行衰运的时候要做乜嘢？培养自己的实力啊！要赚钱嘅好好去赚钱，要广结善缘嘅好好广结善缘，要好好咁培养自己理论嘅基础嘅。好去培养，要对前途，香港前途要怎样想的，想清想楚它，重新洗过牌，重新打过，我想这一点是更加重要。我相信只要温泉这一种对于真善美的和信仰的价值的话，是一定能够是得到成功。我们不需要急，没得急，你没办法与天斗与地斗，其乐无穷，没可能。那你要顺住个势去，时间可能长，但我哋终有一日会睇得到呢日到来，我谂时间都唔会好长，所以大家温存住嘅信念。2022年我哋面对嘅挑战可能会更加大，但无论我遇到挑战系几大都好啦，我哋都会努力咁样，积极乐观咁样奋斗落去，因为呢个就系我哋香港人嘅精神。否极泰来啊！各位朋友，记住呢几个字，系啦，我哋相信黎明会来到嘅。咁我哋呢一段嘅采访到此为止啦，桑木先生。好，好好多谢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各位嘅观众朋友。好啦，希望大家祝福大家晚安啦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晚安。守护香港，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。